那当然了，这一次呢，他做这么样的一个在戏里面呢、啊，这算是一个挑战，因为呢，在里面呢，他跟恶婆婆之间的这个争斗啊，这个已经到了这个又揪头发，然后呢，这个婆婆好像也练过跆拳道一样，还会把她摔一下，还会踹她。啊，还有你给破关이라든가폭행이런등등여러가지좀많이좀시달렸잖아요시시월드라고해서예是不是因为这么可怜，这么被欺负，这么委屈啊，让韩国的这个戏啊收视率飙了这么高，而且韩国的戏迷都觉得你好可怜，说啊，시집사를좀심하게하셔서그러니까시청률도많이올라갔지만그한국시청자분들께서도되게좀아민치원이너무불쌍하다이런느낌도많이받으셨잖아요所以韩国的这个你的这影迷们会不会你说，哎呀，刘真，哎呀，这太可怜了啊！你演这个角色呢，太委屈你了啊！会不会当初你在演的时候，혹시연기하시면서되게좀억울좀약간너무불쌍해서억울하다뭐등등예좀그런느낌받지않으셨는지非常难演跟以前的角色，너무어렵다라고생각하고怎么去揣摩这个角色的？당연히그랬죠당연히그랬고요좀너무심하다싶을정도의예그런가혹한행위들을많이하셨어요그리고약간인간취급을못당한것같은느낌네네因为他是觉得说就是演的时候对没错就是太可怜了他自己觉得也太可怜了然后感觉上撞到失忆你看看感觉上好像是就是那种攻击人就是人格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就是 不当他一个是人的感觉反正觉得说非常的被欺负的很惨这样子对